杨武汤有毒，石仙娘跟月族长为何要给他下毒？封刀的玉观音才能更有价值。待石仙娘出嫁之后，他便不再行约，月族长也不会为他人做嫁衣。如此一来。 他手上的所有玉器都可以带家而归，太坏了吧！那可是他的女儿，我得救他出来。夏敏，明日你带上祥仔在后院等我，我会想办法把石青娘带出来，听明白了吗？嗯。 郎主，进来。我有一个关于月事的秘密，有关石青娘的安危。郎主可想知道？拿来。若您想知道，就先告诉我想知道的。 崔氏、月氏、燕氏究竟有什么关系？他们和我阿娘有什么关系？玉氏究竟是何人？我看你现在翅膀硬了。啊，你现在敢跟我谈条件了？拿来。我知道，飞天象在月家。你怎么知道的？ 你为什么要杀连家飞天祥？告诉我。拿这个耍我，你要干什么？这么恨岳家，那为什么还要去岳云秀？你要对岳家做什么？崔家也好，岳家也好，他们都得死。那岳云秀呢？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 此事与你无关。月族长给他下毒，里面是软金散。月族长要毁了他的手。